主料：冬瓜4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粉、糖、胡椒粉、麻油、清汤、葱碎、姜丝、豆瓣酱一勺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所需食材：冬瓜、豆瓣酱、姜、香葱。冬瓜去皮去籽，姜切丝，葱汁血葱绿切碎。烧热油锅，爆香姜丝，加入豆瓣酱炒香，倒入冬瓜片炒匀，加入麻油，再加入胡椒粉，倒入清汤并加盐、糖、胡椒粉，装碟后放上绿香葱。烹饪技巧：豆瓣酱的多少因人而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